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传真机的接线，然后总共是四股线穿过来，这个是单独的是传真机移动，剩下的都是一些传真机的控制线路，然后我们按照它的一个号码管顺序去接就可以了。好比这个 U4， 我们直接接到这个 U4 上面，这里是个 U4， 这下面是 U4， 我们一对一对应接好就可以了。